者罗子欣台北报道，周杰伦日前带老婆昆凌到法国巴黎旅行，夫妻俩爱的足迹遍及全世界。不过周董不管地位再高，在老婆面前仍沦为工具人。昆凌晒出一张在探出窗外欣赏风景的美照，写下我的王子在哪里，每张美照背后都有一个辛苦的男友或老公。周董立刻在底下留言，你的王子为了帮你拍这张照片，在另一头冷到不行，笑翻所有网友。周董近日趁年假带着妻小到法国旅行，两人每到有趣的景点都不忘拍照留念，之前还在美术馆梵谷的名画自画像前变魔术聊妻。昆凌也惊喜不已，大赞老公，哇，你还有什么其他惊喜可以秀呢？最后更亏记得把扑克台还给小朋友，恩爱晒到全世界，令人羡慕不已。周董见老婆晒美照，自己也想跟进，放上自己看窗外的帅照，但却是搞笑自嘲。通常这样的照片像是公主寻找王子在哪，但我拍起来怎么好像是我的眼睛在哪，自嘲也不忘亏一下老婆，再度笑翻粉丝。有网友直呼小眼睛没事，睁大点就好。昆凌晒出遥望窗外的美照，周董哀怨表示你的王子快冷死了。翻摄自 IG， 昆凌和周董夫妻俩爱的足迹遍及全世界。翻摄自 IG， 周董也 PO 出自己与爱妻同系列照片，但却不是在找王子。翻摄自 IG。